早晨，森哥。这个河背村。哇，这个婆98，好嘢！俾我影张相啊！开始上山。小李，大家笑。阿家嚟睇啊！首先喺度咧，好多谢嗰晚出席挚友。嗰、那個團年飯嘅朋友，啊，好多謝佢出席，同埋有少少道歉咧，就係咧嗰晚嘅音響咧，因為黃夫嘅音響太差，坐前面咧響得滯咧，後邊聽唔到，開大聲咧，後邊咧聽到咧，前面好大聲，啊，喺度講聲對唔住同大家。咁啊，今日講講呢度嘅行程咧，我哋主要咧都係喺河背水塘睇嗰個叫做荷花紅嘅樹，因為種咗辣嗰樹咧，有咧或者有啲人叫做吊鐘王嘅。咁啊，主要喺個兜個圈睇睇嗰樹咧，就上去上邊，上翻個林徑嗰度咧，我哋揾到個適當地點咧，就喺個大丘。咁啊，大丘完之後咧，我哋就會落去清快堂，落去清快堂嗰度散隊嘅。係啦，喺清快堂散隊咧就飲茶大隊會出翻去荃灣嘅。啊，咁啊，深井都有酒樓，荃灣有酒樓。咁啊，同二三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長，我有你。三开堂，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长，路上神兵声威壮，志气高昂，气势飘扬，空对有去闯更坚强。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长，自由领队指方向。有助手啊！女助手啊，你要女助手。系啊，早晨。行一个圈啊，跟住上山。哦。啊，行去深井啊。行去深井。系啊。行深井啊。
啫。唉，呀，有好日子過啦。好啦，行完啦，行完啦。阿博士，喂喂，唉，揾到阿森哥。唉，我哋禮拜一。你喺度等我啦，我俾電話你啦。我車到門口你看葉博士才行的，哎呀，跟著阿森哥阿博士有運行，星快堂，你好，星快堂，系啊。